瑞兰小姐，劳烦你快请公主出来。你话驸马亲来迎接，咁话啊？我知啦。成一点未完的责任，替我哋重新匹配，
都可算儀比天高啊！哎呀，人力啊，人力！公主，呢次唔止话你同驸马行运喎，你就带老臣全家都行运啦！公主啊，你见否有十二宫娥皆如此，最难得系重臣不满。Thank you.
总是未呀糊涂。佢一咧心欲嘛，爱钱钱要保，弟女又何妨善家姑，眼前之成一段人那沿路啊，哭先低痛。
流吹潮早啊，昆凌门外船中古玉盘，金盏切顺路，百官同贺鸳鸯谱啊，如香分满凤凰路。花烛拜朝时，你哋夫妇未应长拥抱。驸马、公主，清帝就快临朝噶啦，倒不如立即登程，莫把时光耽误呢。阿宝麟啊，唉，唔好立乱讲嘢啦。假如唔系驸马擅于辞令啊，而家都几难得到公主好似小鸟投怀，重修旧好啊！请公主殿下速上香具啦、啊！公主有表彰，祝我上朝面见清帝之后，然后至重返宫曹啊！好啦好啦，公主，既要上表清廷。请驸马爷你带同表彰的连忙就到啊！唔好讲啦，怪不得话夫妻情义太深重，故国恩兄似鸿梦。驸马，公子。飞如永别，公主你缘何洒去暗牵旁？但求花烛洞房前，含将树下埋。埋咩？乜嘢？真封夜校，假贬夜校，老夫都要立之为重，取之为节。趁住黄昏近晚，帘幕深深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与你把臂进行堂，试一试风花和并流啊！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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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啊你怨何啼哭啊？啊！判官，是否阎王有心要娶我啫？不是阎王欲迎金屋，乃是丞相有心娶你啫。
追二郎回报，你在秀宫野树而歌，拈花自赏，倘若云英已嫁，哪有此日自闲情呢？到底你所嫁何人？你的丈夫何在呀？你又问杜夫嘛？在哪里啊？近在眼前咯。哦，哪一个啊？那这一个。啊，是你呀？不。喂，乜你讲嘛，超勇？喺世间岂有应父为郎，以父为婿之理咧？相爷啊，相爷、老老年登七十，对此病狂风雷，你尚且无骨悚然，你能否许我带女回家，藏诸深山，困诸秀谷，免至再污相爷你嘅耳目啊！相爷，少女既是如此疯癫，留之无益咯，不如任凭归去啦。乌有云，非玉盖弥彰之嘛？你虎胆人也，晓得什么？啥趣嘢嘛？知道。人事。又说局啦。旁观客，惊已看得冷汗斑马，忍看白发老衰容，忍看清分女红颜，头交颈圈那样，似蚕娥龙蛋，几见你迎父。到头怀失事，再一次离与离难，佢亲疏难认已惊狂，亦论可证风邪马。因此，此女神迷智丧，人性全无，只识疯癫，都不知有父。你怎能证明此女不知有父啊？正是疯癫可证呢。风有真假之分，难于置信，如要证明，这个何难？老夫只有呢样木仔后哦，跑来啊！你要真正真正啊！你细数个机会就掩流啊泪眼。老头儿，你讲得好，站埋嚟有啲声，有啲声。相爷，你有啲声啊？声。你声什么啊？我声你一旁，大旁呀！如风前足，难得机会叹息，在人的家。
半纸拜坟前，但求风女离冰湾啊！哎呀！啊，老头儿身旁的未能致命吗？好，待老夫再也加一耙。去吧。